好，欢迎收看 Duxcopy 出品的华夏时报新闻视频，我是您的播报员满兰。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四的报纸。先看一下头版消息，这是一场政府救政府的行动，最大的救赎力量是中央政府，被拯救的对象是地方政府，地方债务是第一位的，救赎实质上就是救地方债。请看最新一期华夏时报头版头条，五月的救赎。宏观版面，今年以来一到四月，我国钢材出口增速幅度较大，但进入五月之后，这些钢铁出口企业却乐不起来了。欧美许多国家对中国钢材出口提起或计划提起反倾销调查。详情请参阅华夏时报第四版。资本版面，一旦厄尔尼诺真正生成，环太平洋地区几乎无一能够平静度过，而由这一恶劣气候所引发的厄尔尼诺周期也将再一次搅动全球农产品市场，历史经验提醒着全球投资者。详情请参阅华夏时报第八版。吕梁猜到开始却没猜到结束，其实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中科创业坐庄失败，吕梁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神一样的预测，神一样的中科创业，神一样的坐庄，和神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请看最新一期水皮杂谈，519行情惊人相似，猜得到开始，猜不到结尾。更多精彩内容如阿里逼近银泰商业大股东， IPO 加速压力测试过关，中润资源蒙古买矿悬疑等，以及更多宏观资本公司新闻等待您查阅。祝您有愉快的一天，下次再见。